所创的教会近期因为小甜甜退出，因为被许多前教友爆料内部要求繁堕，26日教会透过脸书发文，吸引众多教内艺人留言力挺，其中也包括双胞胎女星依依。她坦言看见新闻的当下相当错愕，表示自己没被逼迫发文或捐款，也没有被逼发文跟谁断绝联络。她表示并不清楚离开教会的那些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相关负面新闻的内容一件都没发生在她身上，因此最初听闻时感到很错愕，觉得跟她认识的教会完全不一样，更列下五点声明强调。第一，就替宋一鸣成为林澄清，强调从未见过两人发过脾气，每个人都对他超亲切。身上依依和小甜甜是同一天受洗，当时还贴出两人受洗过程照片，开心分享温馨和乐的画面，怎料如今有了巨大改变，网友纷纷直呼世事难料啊。